襄阳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带，介于秦岭山地与江汉平原之间，冷暖湿干，山丘江湖，多元化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拓展了此地的农业上限。而作为襄阳农业基础的小麦正在盛夏中慢慢成熟。仲夏之时，万物繁盛。襄阳杨荡镇老肖的心思早已不在家务上。三姑娘，我看天气不多好啊，我赶紧可上街那个瞅瞅啊。我叫小刘仁，现年60岁。我是一个农民。大娘，这菜量多少的？干了。哎呀，我家呢种的有40亩地，40亩地呢种的是小麦。这现在都是信息时代。我们现在种小麦了，最主要的都是一个手机。一种小麦了，都说也不需要跑，我一打电话，经销商、肥料我拉到地里，方便多了。让老肖体验种田快乐的不是手机，而是手机另一端的农业托管服务。一通电话，耕种、防收等生产环节会有专业的农业生产服务组织完成。老肖只要偶尔到麦田里查看一下农情，计算着收获的日子。我们首先要看一看肉肉都是搁嘴里了，咬下来香了呢，都是成熟了。可以了，可以都是。一句自信的可以，不代表麦穗已是苍中之物。夏季瞬息万变的气候让麦熟变得迫在眉睫。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呢，最近呢是这几天有雨，如果是雨下成了，都是小苗出芽，都是你一出芽5毛钱一斤都没得要，它只是老了作为吃的。乌云和阵风开始在麦田集聚，雨水对丰满麦穗的兴趣不输老肖。老肖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还没收割的麦田不止自己一家，他需要给邻居们提个醒。下雨啊！哦，好，要浇枝的啊，都是那一盖都是那盖真大不行了。师傅，现在你要工作准备好没？啊？我要人都让，人都可喊来了，抓紧过来啊！好。农业生产服务组织的收割机招之即来，进行简单的沟通，划定了麦田边际，万事俱备。老肖家的下手即将开始。师傅，搁厚点啊，叫这个刺儿搁浅一点，搁浅一点，抓紧点啊！好，下地吧，开始吧。眼下的往下没穿口，穿口的时候有时候粘了，得走路注意点就行了。3月份着了，就是这个连雨多大。作为现在了，我收小麦的时候呢，长势呢不是多好。我一收了，我看了这个小麦产量呢还可以。收割机在田间穿梭运转，一来收割脱粒。簇簇麦穗瞬间化为繁星般的麦粒，一往麦秸还田，献出麦穗后的秸秆继续滋养土地。农民们站在麦田旁悠闲而喜悦地等待着。这里对这个小麦来说，我们是有感情的，很有感情。
农业生产服务组织和老肖亲密合作，让阴云无机可乘。日光照在麦子上，也驱散了老肖的焦虑。麦子在家人的晾晒下变换成金色地毯，尽快走向下一环节。将麦子转化为面粉的工作，襄阳的新农人显然更有办法。我叫裴祖岩，我是一名90后。科长，今天收的小麦怎么样啊？还好吧。我们襄阳黄集镇属于小麦主产区，现在正值夏季，大量的新粮上市，所以现在的小麦贸易是我们的主要业务。小严作为夏粮收购负责人，自有一套严谨的流程，了解麦子品质。我们首先进行一个初检，就比如说它的水分啊，它的容重等等这些。今年跟去年比，肯定整体要。这容重790都挺好的呀，都算一级的了。对，790以上的为一级小麦。今年整体的那个容重挺好，不是很大的问题。基本上它是最差的，应该是二级。行，那这个质量还可以。行，好，我再去做一下其他指标。好，行，那辛苦了啊。王姐，是刚到了一群小麦，做个全检看看。好，看看指标不吧。初检。依仗的是老师傅多年的经验，专业的化验才能更精准呈现麦子的每项数值。再做一下下去。和复杂的前期检测相比，将小麦变成面粉显得轻松写意。轻轻一按，整座大楼开始运转。目前的这个机械化水平还可以，像面粉加工工厂，它目前7层嘛，它其实所用到的人只需要3个人就能够全部来操作。规模化，创造指数级的生产效率，大楼每小时的产能相当于近300台磨面机器同时间内的产能之和。小麦经过润麦、研磨、筛理等10道工序，在8小时内。100吨面粉如约完成，其中的高筋粉正是最适合制作襄阳牛肉面的面粉。高筋粉在厨师们的手里化成道道白线，浇上醇香的肉汁，佐以新鲜的葱叶，让襄阳人品尝夏季的味道。小麦抢在雨季前收入仓中，和麦穗一起饱满起来的还有老肖对未来的想象。哎，下雨了，这麦子可收回来了，这可心静了，麦子收了了，今晚上可好好的吃顿带劲饭，就是赶紧这个抢收，刚好抢回来了，雨也下了，是吧？是的。明儿给面条和一趟串串，算奖励你的。来年还要丰收啊！对，初一要丰收。麦子研磨成为面粉，和这里的土壤一样细腻而富有营养，滋养着勤劳的襄阳人。农人们在土地上辛勤劳动。年年不辍，在土壤和小麦的轮回中，襄阳农业茁壮生长。